家好，我是 Special 的伟信。我这次在《忠犬二女》里面饰演的是王大卫，那他就跟他的名字一样，是个大胃王，很喜欢吃东西。那我在戏里跟勾追呢，也是洪正，是要来调查二女团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。我们两个一开始还蛮神秘的，大家一定要收看。神神秘秘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哇，天团未来的女子天团呢，就算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对不对？我们从雨婷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 A N D， 对不对 ？A D 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 N D 的雨婷，我在《忠犬二女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香妮。香妮这个角色是一个有点就是抱着少女心，然后很单纯甜美的女生，对，然后。他因为想要改变他的命运，所以他决定和小熊缔结契约，一起加入二女团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，谢谢。好啊，一定要的 ，Angel and Zippo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雨婷完了之后，那一边呢是洪正啦，到了洪正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洪正，在这一，谢谢。这一次在《终极二女》里面饰演的是勾追这个角色，但是。我比较喜欢大家叫我勾追啊，因为勾追就跟我很像嘛，我长得就很勾追啊。笑是什么意思？是认同还是不认同？那这一次这个角色，有别于以往的角色，这个角色我觉得蛮讨厌的。那可是我又希望可以做到讨厌到让人家觉得可爱，觉得喜欢。希望大家多多期待，谢谢。谢谢勾追。